八卦掌第五代嫡系传人李世全，字永志，男，汉族，1975年生，祖籍河南周口，现居北京。自幼跟随本乡拳师李明放习练过气锤，后又随河南周口新义拳大师苏训广、马继周，山西祁县新义拳大师李长友之子李英东习练新义拳，深谙其奥。1998年进入北京市巨有武术馆，随李功成老师学习八卦掌。入门后又长期跟随长江大侠吕子健的义子杨克发老师习练太极拳械吕氏混元养生功。八卦掌泰斗李子明的掌门大弟子马传旭老师习练八卦掌实战技法。由于练功刻苦，备受青睐，被二老收于膝下，系统地继承了太极拳八卦掌的精髓。后又得师公长江大侠吕子健指点养生功及内家拳技击心法，在师爷及诸位恩师的言传身教和无私受益下，习武数十载，得其真传。其在武学上造诣颇深，集数派内家拳术精华与一身，并形成了独特风格。2005年元月，被任命为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为河南周口神州精华武院院长。